样的痛苦，整颗心渐渐变得麻木。我可听见耳边命运在倒数，难道你也想反客为主？不可思议无处喘息，断崖上所有去豪赌，仿佛恩有对的人才配吃到最后救赎。这些并非故事的全部，炽热从不回归虚无。我也曾心思如火，想要逃出，因为只能够愿赌服输。当你再一次凝望镜中的双眼，是否又感受到不灭的光还有熄灭？哪怕都身处深渊，也不甘心存胆怯，与其屈服世界，不如放肆准跌。没有谁能被谎言直到梦想都实现，要沉锁上无际的生命后境界。喘息开始重